等会儿，一轮哥来电话。哎，喂，凯，一轮哥。Hello，凯。哎，我到了。哦，你这什么鸟？那我们来找不着你们。啊，我们来接你啊，我们来接你啊。过来接一下我吗？好。OK。啊，一会儿接。怎么安排？那我去接他。啊，我们去搬水。好，好不好？行。马上要上岛了。我带的吃的都没让我带。爆香这个料头的时候，是应该先炒还是后炒？蒜香我没有吃出来，有点遗憾。我们中国人吃东西啊，从很早以前就讲色香味一形。那这道菜呢，我觉得是有这个底子的。我也是那个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节目，《荒岛生存》。马上就要离开城市了，上了岛不知道那个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。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。哇，下大了！哇，这在岛上怎么过呀？下雨了，好大的雨呀！我的发型都乱了。哎呀，有一种都市丽人回家过春节的感觉。哎，好像过去了这阵雨。哎呀，还挺好，这是晴天就好了。哟，这无花果。哎，这个岛环境还真不错，生态还是比较原始的。天雷啊，你们就赶快走了吧，这些孩子们挺可怜的。现在来到了荒岛求生，一个人还没有看到呢。我背的东西太沉了。哎，这海真漂亮。Hello， 你好。哩啦哩啦哩，哩啦啦，啦啦啦啦。希望一会儿不要再下雨了。我的造型已经没有了。我们的救星到了。你说会不会节目组最后网开一面，让他带了烤鸡红烧肉上来了？不会。这么残忍吗？要先建立起不会的心态，然后看到他表现惊喜。万一有些惊喜。烤鸡、可乐、火锅，已经开始产生幻觉了。越想越多，各种饭。哪儿了？哎呦，来人了！哇，一轮哥，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。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，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，我的爱情鸟他还没来到。看样子还是没来着。辛苦
辛苦辛苦。Hello， 一龙哥，辛苦辛苦辛苦。一龙哥你好，辛苦了辛苦了。哎，你怎么脸色不太好呢？我这个累着。没事没事，我也挺好。他脸色有点发白呢。就是他今天的，你是我的水。哦，他今天的凉。传说你们不能喝吧？可以啊，你的你的你的，我们就一人一瓶了吧？可以了，就带这么点东西啊？我不让带，全没收了。哎呀，这边有吃的吗？没吃的，没吃的，不让带吃的。没说你们这有，那就算了吧。哎，说凯凯弄到鱼了，这么小，螃蟹，苍蝇再小也是肉。是，昨天我们分了两只这么小螃蟹，那怎么吃的螃蟹？就是一人分了个腿儿。对对，尝一尝鲜。啊，消化得了吗？这已经不重要了。哎呀。哥，那吃的没有？那这个包里那个调料包有没有啊？调料没有啊？哎，你们有盐吗？盐是什么东西？没有盐。哎呦，这真的是就什么都不给你们，就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厕所都还没有呢，厕所已经 那就怎么着拉野屎吗？哎，这差不多。那拉野屎他们不会拍到吧？昨天确实有这么个情况，小鬼在那儿上厕所，然后两个机器加航拍，准备给他来个对穿。太过分了 ！Hello， 一龙哥，我们的救星。不，其实我也以为我是救星呢。你就是哥，我真不是，弟弟们。那谁是？不是，因为我是这么想的，完了我说带多点吃的来，结果吃的全没收了，啊，吃的全没收，不让带吃的，所以对不起啊，弟弟们，没事，你们是都等吃的呢吗？我们有鸡，我们无能为力，会杀呀，不会做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抓住他，哦，其他的也就到此为止，那抓住就杀了吃了呗，真的吗，哥？哥，你能杀？走啊！哇，走啊！哇，有这句话，我今天瞬间感觉很踏实，感觉有肉吃了。我们有鸡，有鹅啊，还有狗。狗不能吃。狗得给狗得给咱看家。但是这鸡是下蛋的鸡吗？是，每天都会下蛋。那个白的鸡应该不会下蛋。乌鸡当然会下了，白的乌鸡啊，乌鸡蛋有营养啊。有名字吗？没有。你们想吃哪个鸡？你想啊，今天第四天嘛，嗯，就是老四，4号、5号、6号、7号、8号、9号。哎呀我娘！10号下蛋。一天一只啊！今天咱们这就是他们的名字。今天咱们就鸡减一哈。哥，这个鸡能咋做？怎么不是咋做？你这是什么？有烧火的地方。这是烧火的地方，对，这是我们的灶，就是灶吗？对，我们在这吃了好几顿饭了，我们灶不灶，哥，不要质疑他，够不够灶吧？你就说，喂，导演，我想回去了，我想，你们在这干什么呢？不是昨天晚上拿那个吃的东西吗？对，不止昨天晚上，已经很好了，都4天了已经。我们昨天就拿了水，然后拿面糊和起来，然后周哥一块搓成团往锅里煮，煮完了就直接吃。我们吃的面粉团子，不是你做疙瘩汤不是就行了吗？搓团干嘛呀？大疙瘩汤。哎呀我娘，那能消化得了你们？这个时候考虑不到这个问题了，这咋整？我们听你的，我们指着你这厨艺呢。行，那咱们把这灶再弄一下吧。你们这是什么灶啊？你对灶有什么样的需求？哥，你需不需要那种那个通风灶？肯定要通风灶好啊。那我给你挖一个。可以，风从这边来吧。那边好，那边。对，风从这边来，那就这边挖正方的坑呗。正方的坑。挖正方的坑往下挖。好。往下挖了以后，完了还要不要那个管道？对，这边留个坡，这边留个坡就行。留个坡。哎，对。好。你留坡的话，它这风就能进去。明白了。那我们锅架哪儿？锅拿石头啊，石头搭在四个角就行了。完了，把锅往上一架不就行了？OK， 好，干活了。